最近关于刘亦菲耍大牌的新闻真的是非常多呀。之前就有网友爆料说，刘亦菲在拍摄某电视剧的时候耍大牌，不仅自己带编剧进组，而且还嫌弃剧组配备的保姆车，这样的行为也让导演直接气得昏倒了。对于这样的传闻，刘亦菲的助理在22日凌晨晒出和刘亦菲的合照，并配文称，哼，宝宝身边就只有我一个 assistant。 而刘亦菲的粉丝也很可爱了，在微博下留言问助理名字是不是叫六个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。